是这个狗男人先动手了，他还是说朋友解释他女朋友。哈哈，是你们信吗？啊，甚至他这传的，贼龙逼功啊！陈晨，喝多了，真蠢是吧？没错，我就是他男朋友。陈晨，不给我介绍一下？吴总，他是我朋友，资助了一家福利院，他是个好人。 这事跟他没关系，你别为难他。为难他？我像是那种人吗？资助孤儿院，我最喜欢友善行的人。老头儿，听见没呀？陈晨说你不是他男朋友，还不赶紧滚！我懂了，要钱就完。哎呀，走，有钱很了不起，那就说对了，有钱就是了不起，真傻瓜。来来来，都给你。 够不够？要不这样吧，你说不是我给你，你别再缠着陈晨了。你他妈贴脸标脸是吧？总，这事跟他没关系。建国，是我害了你，他是荷花集团的董事长，你得罪不起他。你赶紧走吧。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我有我的办法。我也有我的办法。 无厘头是吧？现在立马道歉滚蛋！我不为难你。<笑>要我道歉，你算哪根葱啊？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我劝你甄别为难就你。<笑>老三儿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帅呀、啊？分英雄救美是吧？我今儿告诉你，洪先生他就算真的是你女朋友，又怎么样？我今儿就告诉你了，你是女人的。 你喜欢救济孤儿院是吧？成了，老他妈缠了你官司！不住，不住，不住！我弄着干嘛算了？啊！我让你穿军大衣服带，不要跟那个女鬼子扯关系啊！你离开，我今天把合同取消，你明天公司就得倒闭，行不行？恐吓，你是不是这样说？ 你算哪根葱啊？敢对我这个话？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你这马上就要一无所有的穷光蛋！是，他给我炸死！废物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荷花集团的董事长，我捏死你就是捏死蚂蚁。荷花集团马上就要没了啊！